就是你的劲儿，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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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老前辈说的，你看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他能做到，有时候还做不到，那是功夫，没办法。你说我着多着急，不成，你人太劲大了，你做不到了，你受影响了。说人家。 一跑的，你又做不到了，是吧？人家一变化，你又丢了，这挺难的呢。你还不能受人干扰，你得做的不受什么这个强力来欺压，是吧？对，不受手快影响我，不受前来不受扯，<笑>你做到这，咱做不到。做不到。那个，人家说修。 修出来的，杨二猴就是这跟人推手的，就是接手就是拿这手艺，拿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拿住了。学就是根儿就在学杨二猴那东西，根儿是我们这支子的根儿，杨二猴的。 您杨二猴那是那样的，咱们也得学那个，咱们学不会，咱说说，你说我学杨二猴，但是你还是这样，不对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东，要是我这么你来使劲来推了，你使劲，就是要学这根儿，这就是杨二猴那根儿，就得那么学，不能说俩人还这样给人弄出来，那不是杨二猴那东西，<笑>就是要个点。 或者你来了，说我说这儿要个点，你说，我说我这儿要个点，你真能要个点了就成，但是挺难挺难的，这一辈子可能是没有多少人能练出那个点，没有几个人。
我练了二十多年，没有点八十多年，没练好，有点家就八十多年。可是人就是这么一东西，你不练那个，你就不是那个东西了，就不是杨永侯那东西了。所以正因为难练，就没几个人，这捋下来就没几个人练的那个东西。出神入化，练的那个，哎，一想这儿是个点，这儿是个点，能做到那太难了。等人家没弄坏了，自个儿就乱了。<笑>所以我们这说，所谓望远泉传下来就是，就是要点不要命，就传这么一个根本的东西。 哎呦，练一辈子就不真难，是因为什么？你假如探油锯探索，你按不动，你要真成了一个点了，一碰就出去，哎，太难太难了。咱不忽悠人啊，我们那书上都写着，就是要点不要命，你得练出来，练不出来，你这辈子什么也不是，也可能你这一辈子白练。 没练出来，所以要点不要面，这是我光脉的特殊贡献，就是把王月的那个理论具体化。这个要点就是能要着那个真正要着那点的，就是要着这个人整个的中心，就是难。 得咱们在这慢慢慢慢的去做这个，你对方一弄坏了，更找不着了，对方就冲这点空，他全身，也就是那个点就是他的中心，啊，你就解决这点就全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全身了，啊，这个反正起码有这个好处，嗯，你要做不出来就完了，说你给我捆上。 我说你这捆上这个这事儿，是吧？开合也在手上，这就完了。等于说我的劲呢，我感到这个劲呢，都往这个点上跑，然后我就在那个点上转，我的劲呢全部集中在这儿，我这儿没有了。 不能散了，你要散了就没有了。这是修出来的。修出来。修出来。这个丝半点假，这一假心假意不行。你假心假意让人打了。这点抓不着不行，这点就是真的。是吧？就得拿着它。哎，对，是吧？你抓不着让人打了。是吧？易小珍，于姐您说的。一锅粽也不行。 什么叫？你必须得是那个点儿，就要一个点儿，这人就要一个点儿了。老师讲的，你必须做到这个。你做不到，你让人打了。对。但是，你是要点儿是要面儿？你说我就要点儿，你就好好老老实实学去，一辈子学不着，您认了。对。嗯。就往点儿上去练，去修去。什么叫静下心来？静下心来，您就练点儿去，是不是？你这叫静心来。 说我静下心来，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您进不了，是吧？求什么呢？是吧？我求的什么一个要点不要命，就求这个，对吧？我不求别的。说像你说那对，后人有点，对不对？对，你找那点去，是不是？人呐，都说的都对，你做到没做到？您这话得修出来，修。 说出来不管用，说说这不是练也练不出来，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练也练不出来。练跟修啊，他从字面他就不一样，那写法就不一样。对，等你修练那么写，修那么写，是不是这道理啊？ 哈哈哈哈哈！不是，修出来了，就是你那个，就等着你的灵魂出了一个东西，练是，练什么达不到那境界。
修是那个境界提高，练是那个练出点力量，练出点快慢来，练劲儿，练出点招法来，练就是出这个东西。力量、招法、速度，啊，练就只能出这个，说这个修是一个境界的提高。 他就能给他就能说这是我就要这点就要一点那是修出来的那不是练出来的可是你在练中去修这不练还不行哎不练还不成就练中修练中哪里能出这针哎我说有道理我就讲啊嘿还是这点怎么找不就这点吗这不是这点了吗 就是这个点儿，坚决、果断，接手要坚决，就是要这点儿。接手要果断，要坚决，可是你坚决不了啊！人家那推着你坚，你怎么坚决呢？你就是要这点儿，就坚决了，对吧？是不是这道理啊？优柔寡断，那过去了。对，那一刹那就。 要坚决，要果断。这将来这写书都是好东西啊！你给我记下来。这都给你录上来。这有些东西你要，这是随口出来的，心里出来的。对对对对。不是说我想什么给你讲什么，不是没。这点儿，要点儿，要点儿，要点儿，静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动出来的东西。这句话记着啊。